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我们我猜的正妹石头奶出来的，然后你是动画妹的师妹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。那你有使用我们的搜内的光纤服务吗？有啊，我家里的网络是用搜内的，而且我都会用搜内的网络跟我日本的爸妈联络，跟你日本的爸爸妈妈联络。那你觉得我们搜内的光纤及 ADSL 网络服务品质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，而且它完全就是不会怠速，非常的好用。非常的好用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猫猫熊啊！猫猫熊，举手 ，kiss 他，给你一个 kiss。我们的猫猫熊呢，是我们松内独家的电游宠物，那也是我们猫猫熊的死忠粉丝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想跟他玩。好啦，那麻烦呢，我们的小鸡丁龙来，这个先给你。